王爷，药熬好了，这药真要给洛姑娘喝吗？良药苦口，这突然变成了王妃，该怎么面对王爷啊？王爷，药。喂药。是。王爷，王妃这儿喝不进去呀。本王亲自来。是。群星之眷命，列圣之洪修，仅于今时知告天地，收回兵权，军众御统，此后自当勤勉，与十二星主共图新志。君君正正众卿平身，谢皇上。自今日起，朕就是黄道国之主。朕必当励精图治，开辟盛世。谨遵圣意。朕要大，朕要大赦天下。大赦天下固然是好，只是这天下乃我黄道国之天下，隆恩当眷我黄道国之子民，故而凡外邦异族劣犯，概不可赦。因而大赦天下，不知道想赦免谁？朕要赦免大牢中所有的犯人。哼，蛇夫座暗中制造狂化人，企图颠覆朝纲，这样的人也能赦免吗？尤其是他们的星主洛菲菲。蛇夫座的不许放。上任蛇夫星主弑君谋逆，如今这任蛇夫星主在大战时爆发，害得所有星主失去异能，险些酿成大祸。哀家诚心绕旨意，赐死蛇夫星主。殿下留人。文王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母后，您不能杀此女。听说陈王殿下喜欢这个妖女。果然是妖女，连陈王殿下都被迷住了。这妖女要是一直在，这黄道国迟早得灭亡。这女人不能留。杀了妖女！杀了这个妖女！杀了妖女！杀了妖女！杀了妖女！洛菲菲与儿臣有媒妁之言，是儿臣之妻，并非外邦异族，乃黄道国之人。皇上有旨，大赦天下。
陈王被这妖女迷惑，言辞不足以让人信服。醒醒！母后，您要杀，就先杀我。陈王，你这是要造反吗？儿臣不敢，只是夫妻之间必当荣辱与共，就算他是蛇夫座新主，本王也必当生死不离。姐姐，我来救你了，你可要快快好起来呀。姐姐，你终于醒了。止住你的手，你不能再继续用异能了，知道吗？我的能量太小了，要是爷爷他们在就好了，他们一定能治好你的。姐姐已经好很多了。虫虫，我咋又饿了呢？我也饿了。可是我记得咱俩晚上吃挺多的呀。嗯。菲菲，睡了吗？啊，我睡了。有什么事儿吗，王爷？啊，没事，你好好休息，本王改日再来看你。不懂的。月色正浓，潜入王府，皇上真的是好雅兴啊。三更半夜敲人闺房，皇叔，好一个正人君子。那是本王的王妃，我们之间的媒妁之言可是皇上您亲赐的。这尚未大婚，谁会承认这样的王妃啊？要不还劳烦皇上选一个日子赐婚吧。朕没这个兴致。潜心主察觉到先皇感染了病毒，去和其他众星主商量此事，可没人相信。可后来在大殿之上，先皇狂化，无奈之下，潜心主在紧要关头杀了先皇，却被众人视为弑君犯上，为此我潜心主便死于其他众星主之手啊。朕一定会为蛇夫作证。若真能如此，我便死而无憾。